青春有你，就像一盒巧克力，永远不知道会尝到哪一种滋味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，是什么滋味和感受呢？是幸会的喜悦笑容，还是相见恨晚的泪光？各位青春制作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最是文化的训练生何德瑞。大家还记得第一句台词是什么吗？青春巧克力的味道是什么？它是改编于电影《阿甘正传》的经典台词。阿甘的每一段旅程都会收获很多真挚的感情，都会有很多守护他、见证他、陪伴他成长的人。现在我即将开启《青春有你》的航程，你愿意成为小何正传的一员吗？成为守护我、见证我成长、陪伴我成长的人。青春制作人们，请给我力量吧！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小何的训练故事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凌晨4点了，相信镜头前的青春制作人们已经睡了吧？我呢，还在非常努力的训练，为大家奉献更好的舞台。然后，镜头前的青春制作人们，请放心的睡觉吧，做个好梦哦。各位青春制作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汪铎，在这里祝我可爱的小师弟何德瑞可以在节目中好好训练，一路披荆斩棘，拿到自己最理想的成绩。在这里，师兄为你加油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